我们正在碧沙渔港，准备参加今年的金山黄火祭。这次的船公司是选择龙之星，然后大家正在等待集合。我们至少至少前面刚看过去，两手好像我们穿衣服穿背心一样，穿过去，扣环扣上，扣环扣上以后，黄色紧急拉环不要去拉它，这个紧急拉环拉了它就会爆开。为什么不好意思给我？这个时候旁边都可以坐。是坐外面吧，那就坐这里啊，坐这里的啦。坐船尾很好哎，刚好可以看到他们正在晚餐。准备就绪，船出发喽。出海前先来海巡署报道。海巡人员就是会上船来清点人数。海巡署那边已经报到完毕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正式的往外海出发，希望今天可以一切顺利，然后可以不要晕船，拜托。
候我们整个我们船转过来啊，是由鱼。今天的重头戏就是要来看用鱼捞的技法部分，那现在船家正在找鱼中。各位注意看哦，那个黄尾船哦，它前面那个有一盏那个探照灯哦，照明灯哦，它的那一盏灯就是在找鱼啊。那找这个鱼，除了说靠他们船上的设备以外啊，最主要还是要靠靠。这个就是他前面。起来啊，为了要保持新鲜，所以他们会先在船上面先把这些捞到的鱼先放起来，比较好保存。我一定无法想象以前这个渔船上面要坐50个人，好辛苦啊。
是送过来给我。慢来慢。这是刚刚煮的吗？对，刚刚就有这么多啊！好新鲜哦，味全的，好新鲜哦！有哎，有了，有了。上真的已经试了很多次了，但是金鲮鱼真的数量没有那么的多，所以就一直没有办法让我们看到那个黄金跳跃的那种感觉。那这个是船家，就是最后再给我们表演，然后到船走这样，没有看到真的还蛮可惜，但只能说环境正在改变。希望海洋可以再重新健康。哦，谢谢啊！谢谢。哦，小戴，这个吗？只能说可以回到陆地的感觉真的很好，然后我也没有想到就是我会在出到外海的时候然后开始晕船，然后是真的非常非常不舒服，所以如果有来参加这个活动的话，记得一定要吞晕船药。结束，回到碧沙渔港了。刚才本来叫你看成分的时候，看什么？九份啊，很漂亮哎、欸。九份，这个九份是黄金的。没关系，那里可以看一下，那里看远方亮亮哦，好好漂亮。这不行了啊！金光闪闪，觉得早一点亮。